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01集的节目啊。在开始这一期的节目之前的话，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优酷网呢，前几天又开始恢复更新。那因为从几个月以前宣布停更优酷以来呢，我真的是收到了很多老粉丝，真的是很老铁的粉丝的各种，我只能说真的是真情告白啊。软硬兼施啊，没有啦，其实大家都是用一些柔性的诉求啊，觉得优酷是大家梦想起飞的地方啊，什么陪伴大家很多年，什么希望我能够继续回复优酷网的更新，所以我也耐不住啊，确实也是有一点舍不得，所以我在前3天吧，我的优酷网呢又重新恢复了更新，当然我会先把漏掉的部分先把它补齐，那比较新的影片还会从哔哩哔哩先更新，然后优酷会每天回更一集旧影片，慢慢把它补起来。当然我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搬运过来的影片，我也会在 B 站，我大概会维持每天都更新的，只要那一天我没有新的影片啊上架的话呢，我就会把这个旧的影片呢给搬上来，维持一个日更的状态啊，听起来很了不起，其实都是消费自己而已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1401集，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挑了一个 Optimus Prime 的玩具来跟大家做分享。其实它是已经十几，应该有一二十年前的玩具了吧。我手上这款是一个日版的配色，所以是属于一个什么 UN 系列的一个系列。然后它的一个人形还不赖，但车型的话呢，光看这个图就知道是有点惨无人睹了。它有两个卖点啊，第一个是一个这个龙女仆螺旋升天的一个上半身转动，还有一个就是面部有非常好的一个透光性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日版的配色啊是会有一个金属涂装的。那变形金刚的玩具呢，在2014年以前呢，美日版的涂装呢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在那个年代的话呢，就是日版的玩具呢，大家都会比较抢手，极少有这个美版呢会好过日版，比较少，并不是没有啊。那么它的一个头部啊，这后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透光部件啊，这个光是这样遮起来，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它的一个透光非常的好，而且它好像还有一个眼珠子的一个刻画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有的。Anyway，这个涂装的话呢，加上它是一个全新品啊，虽然是老物，但是一个全新品，那我就把它给购入了啊。那没有什么明显的偷笑的部分啊，基本上都有遮起来。然后呢，它也是一款Deluxe 等级的玩具，比之后的低级稍微高一些些而已。但是以 OP 来说，这一款显得还是稍微身形还是稍微瘦弱了一点啊。背包的这个厚度也是够厚，但是其他的地方你看起来就整个是一个偏瘦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，是一把可以变形的一个枪。那这个变形呢，也仅限于说啊，在变成车的时候要做一个简单的小收纳啊。那这把大枪跟它的一个有G1 里头的枪好像造型有点不同啊。后面这个地方呢，把它拉出来的情况下就会像这样子啊，它的这一块会固定住。那如果你把它推下去呢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盒子上面看到了啊，这个，尽管我不知道这个回旋是比较奇怪啊。哎，对，它不是，它的腰在这里是不能转的，只能够转上面啊。那变成说你转个特殊角度的话呢，你是可以强迫呢，在这个时候把它给拉出来，它是可以稍微去卡住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很伤齿轮的啊。你一按下去，它就会松开。那你把它推到定位之后，我的习惯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捏住，然后按下去啊，不对，往后推，它会卡的一声啊，它会咔，哎，这样它就卡住了啊，就稍微可以维持它不要乱动了一个状态。脚的话呢，外摆内收也是有的，那前后有一个可动幅度，但是是没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胸口的内侧啊是有驾驶座的。那我们呢，很快的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UN 的一个 OP 的一个变形过程哦。两腿的话直接啊组合就可以了，手臂的话呢给收进去，头的话翻转180度，这里有个弹簧片啊，我们把它给推进去就可以了。抠出来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去弹出来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各位留意一下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人物的这个整个上半身往后推，往后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弹簧机制啊，这个部分两个轮胎会自动降下来啊，这样自动降下来，哎，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腰身旋转180度之后呢，啊，我们把这个下半身往上稍微的去卡一下，稍微卡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两手啊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G1 的一个 OP 的一个翻折啊，这里看到有个凸，但其实跟手臂的内侧啊是没有任何组合的。然后后半部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稍微可以去调一下，它会有一个稍微卡住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轮胎啊前后的话呢稍微去对齐一下，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武器啊这样转下来，
反折两次就可以了啊。我看说明书好像是这样啊，好像是这样，也不小心就推到了啊，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容易去散架的。那么呢，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一款 UN 这一个什么 Universe 嘛，什么什么来着的，日版的一个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如果说是 Deluxe 等级的玩具的话呢，这个 OP 的以乐趣度来讲，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足够的。虽然是车祸现场，但我们是将就看一下啊，里头还是有这个座位的。然后这个车头灯啊，与这个车头灯的话，等于是在这个拳头的这个背后这个地方。那侧边这里，哎，居然有一小片的这个透明部件啊，就是也是当中是有侧面的一个车窗吧。后面有两个，就是这个塑胶感比较重的烟囱。后方啊，就惨不忍睹了啊，就非常长的一个车身。那这个还不赖的滚动性，那本身这个玩具有没有它的专属车厢呢，我不是很清楚啊。那我是觉得好玩了啊，好玩，就是推起来也是 easy。 那这个可能也就是玩具的一个乐趣之所在啊。你如果放到现在啊，围城啊，或者是这个 kingdom 啊，或者是这个地球崛起啊，这个是现在这个世代的 OP 的玩具的话呢，可能帅气度啊，变形的复杂度呢，都会比这个强上非常的多啊。但是以这个变形的乐趣度来说呢，我倒觉得这一款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，觉得还是挺好的。这个地方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先旋转180度之后啊，然后往下折进来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再一推，你看一推下去，它这两片部件呢就会被挤压，就按过来。就可能是它这一款玩具最有趣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弹簧啊，它可以让两侧的这个车轮啊自动的去翻折下来。那这个变形的话呢，也是几乎可以说是快速变形的一个等级了。按下去先让它松一下，对准之后呢，再把这个地方给拿出来 ，OK 吧？感觉说松垮也是有一点，毕竟球形关节还是比较多，但是也不至于说非常的严重啊。这个玩具的话呢，那个时候的一个Hasbro 的这个变形金刚啊，可以说是收藏展示都是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啊。虽然有一些毛病，但是正面看起来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用这一款这个 UN 系列的 Optimus Prime 呢，来给大家做我们1401集的节目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